尔时世尊在摩揭提国阿赖耀法菩提场中普光明殿做莲花藏狮子之座，妙物皆满，二行融绝，达无相法，住于佛住，得佛平等，道无障处，不可转法，所行无奈，力不思议，普见三世，身恒充满一切果道，自恒明达一切诸法，了一切行，尽一切意，无能摄身，一切菩萨等所修住，道佛无二，究竟彼难，须如来平等解度，正悟中遍佛平等地，皆于法界等虚空界。此会的说法主，世尊是说法的主，处所摩揭提国阿赖耶法菩提场普光明殿，这是三会普光明殿，做莲花藏狮子之座，妙物皆满。妙物呢，就是佛现在所达到的误解的之理，那么就是以下的，这一共是二十一种功德。那以下的所有文中所说的就是妙物，妙物。满者呢是满足了，满足了，盛满了。这里的包含着是妙物皆满，就包含佛的智慧的德、断惑的德、能德、平等德。含着四种德意，德意，所以故于妙物皆满。二行融绝，要自断烦恼啊，烦恼障所知障，都断除了，无障碍的功德，我障那个，说一切障碍都永远绝了，那么因为达到无相法，达到无相法啊。无相是对着有相说的，这个是对着前头二行说的，有相无相都真如清净，进入了无相法的功德，无相法屈入了无相法，达到了无相法。什么是无相法呢？就是真如法界，体述真如法界，达到无相法啊。说住于佛住，住在佛的位，进入佛位，进入佛位啊。无住呢，说是佛已经达到无功用道，无功用道，所有功用的佛事，一切佛事，接近啊。那么这个住形容着是无住之住，无住而无所不住的意思，住于佛住，佛住呢是无所不住，随一切众生的缘，随众生做一切佛事，永无休息，永无休息因此得佛平等，得佛平等，得佛平等就是佛正的究竟法身，
法身是平等的，嗯，佛佛都是道同的，嗯，是吧？对，诸佛他有三种事，无差别，嗯，诸佛都一字而圆满，一的智慧相同，嗯，平等，智慧平等。而利益众生的意要，乐于众生，平等平等，化度众生的事业，化生的事业平等，所以说得佛平等，佛佛道同，一切诸佛都是，大无障处。障呢就是障碍的意思啊，佛已经达到了无障碍了。无障碍是怎么来的呢？对着所有的障产生了成就一些功德，是佛一切时所修的觉悟的智慧，所以能把一切障都对治了，消除了，因此呢到无障处，不可转法，降伏一些外道的功德，转不可转的法轮，无能动者，所行无奈。佛在世间利益众生，无奈在世间不为世间所障碍，能转世间不为世间所转，一般的说八法，哪八法呢？耐争毁誉成疾苦乐，八法，一翻一正，不能做障碍，说所行无奈，力不思议，男女正法的功德，男女祝福的教，男女教诲，说这是不可思议的，能够普见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能够未来受众生受记，然后法和经上说给一切众生都受记，佛能知道过去的无量劫，知道穷过去无量劫事，也尽未来劫无疆事，说的佛的法身是充满一些果动，在世界上所有有人有众生处都有佛在度众生，一个德一个法，德是行菩萨道的利众生，法师是法身遍满一切处，智恒明达一切佛法，说佛能断一切众生的疑惑，佛的智慧啊了达一切，能觉众生疑，说明达一切诸法，即不但明道诸法的离体，也明诸法之相，了一切行呢，就是能够令一切众生入种种的功德，种种功德，了一切行，同时了达一切众生的行为，转化一切众生，要照佛说，佛遍于一切有情界，能够随众生的根而转化它，尽一切疑，因为佛有妙德智慧，凡有众生有怀疑者，不能解除的，
佛都能给他解除，有见现因。要佛自分说呢，佛已经证到法体了，究竟圆满了。嗯，无能彻身，就是佛所出现世间的示现一些圣洁的功德，随一切有情，他们所理解的，佛都给他们解释，能够现身给他说法，没有分别。嗯，佛的身不可彻，不论法身、报身、化身都不可彻。嗯，一切菩萨等所求智，嗯，能够调伏一切，嗯，能够有无给无量菩萨做所依之处，嗯，能调伏一切有情，嗯，一切菩萨等所求智，就是无量菩萨的所有要想求得的智慧，佛都能满足他们，啊，证得了菩萨所要求的智慧，就是佛智，佛智为一切菩萨所求的智慧。道佛无二，究竟彼岸，这是平等法身，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彼岸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嗯。须知如来平等解脱，诸佛示现的果道，叫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在众生看着不平等的，其实就诸佛与佛说平等的，都是能够究竟达到彼岸的平等，没有二字一法身，没有二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平等到彼岸，即如来平等解脱，佛道同，都具足了佛的平等解脱，正无宗边佛平等地，佛的三种身，不分界限的。功德是无量的，这个是浊粪主是化身，化身呢没有分别，没有分际，那么一切受众身、化身、化身是从这化身而起的，说化身平等故，报化一亦平等，鉴于法界，就是穷众生的生死。常现利落，一切有情的功德，是尽于法界等虚空界的。这一共啊，前头这段文一共有21种功德。就是解释说，世尊在摩揭帝国发菩提藏座菩提座莲花。莲花是座，就是佛究竟圆满了，真的圆满了。那圆满的功德呢，是上头举了这21种，就是佛的智，发菩提藏的只占佛的功德。那么与会的大众，佛是说法的法主，那与会的大众呢？还有无量菩萨，有无量菩萨，与不可说百千亿诺由陀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俱，有好多菩萨，有百千亿诺陀的佛刹，莫为微尘，一微尘一粒微尘一粒菩萨，那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那这个法会的菩萨都不是一般的十地位的菩萨，都十一地菩萨，因为咱们知道
前头，咱们前头讲了几品呢、啊？是普贤菩萨给十一地菩萨说法，说的如来出现。现在离世间，先说如来，教化主嘛，跟前头的相合的。而且与会的菩萨啊，不是十地。十地以上的十一的菩萨，就是都是跟弥勒菩萨相等的，一生成就后都了三摩三摩地，但是不是此一个国度来的，从他方种种的国度而来寄居的。这些个大菩萨的菩萨的方便善巧聚会，都具足的，都在无量无边世界化度众生。都有哪些智慧呢？以下前头说佛的二十一种功德，以下说这个与会大众菩萨的功德。这些菩萨都能够善能观察一些众生，以方便力令其调伏。住菩萨法，善能观察一些世界，以方便力普皆往矣，就到一切有情众生界，一切果道利化众生，往矣，一切果道教化一些众生。像咱们前头说那个普贤菩萨的法会当中，十方无量无边的跟普贤位置相等的都叫普贤，和从无量国度来的，包括这些菩萨善能观察涅槃境界，思维筹量容易一些细论分别，而行妙行，没有间断。说这些大菩萨修的所修行的行啊，都是妙行啊，从来不间断，善能摄受一些众生，散入无边无量诸方便法，指众生空无所有而不坏业果，了到众生皆空的，但是众生的业果还不能消失的，那菩萨还要教化，就是不坏业果，了得法性空，不坏众生的业果。这两句话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啊。所以说咱们讲《华严前道》，广大入法界，究竟于虚空，但是众生的业果不坏，那就是众生还随业受报，所以要菩萨来度他。这些菩萨呢，了达也性空，也了达众生不能成就，人业果不坏，善知众生心，使入根境界方便，知道众生的心，也知众生的业吧，业障吧，知道众生的业障祸障，知道众生的境界，但是菩萨以方便善巧种种差别，把受持的佛法自己了解了，自己了解了不算，还为他说，这就是化度众生，把自己正解，把自己所了解了都拿来供养给众生，就是化度众生的意思。以是出世，世间法，出世间法，无量诸法，皆散难住，难住一切法。为什么知道诸法真实相？这是随缘意。难住是难住法性，知其真实。住于法性，但是能随缘。与有为无为一切诸法悉善观察，
那个善于分辨有为法无为法，知无有二，知道有为即是无为，无为成就有为，有为无二不二。这个就前头讲很多了，这重复这些大菩萨他们的方便善巧，而以众生的方便善巧智，与一念中一念之间，能够把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有的智慧，这些大菩萨在他一念中能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所有的智慧念念习思，那么他渐渐能达到成佛，实现成等正觉，令一切众生发心成道。一切众生心之所缘，悉知一切众生境界。从一个众生他心里所缘念的，菩萨就能够从一众生了知一切众生境界。就是知一而知三，知十，知百，知千千万万众生，知道众生的业，随若如来自地，这些大菩萨都能够成佛了，如来于自地，但是呢，而不舍菩萨行，能成就佛国，但是还要行菩萨道，而住所住业，自会方便。利益众生而无生可动，所以说无所作，作即无作而无所作。唯一一众生住无量劫，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可以随顺他无量劫，把他度了，乃至一一众生都入世，而以恶生其劫难可自愈，转正法轮调伏众生，恶生其劫也分无量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啊，难得治愈这些大菩萨，那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常时转法轮调伏众生，不舍弃，不贪捐，不贪捐呢，贪是贪丧，捐是捐弃，贪丧捐弃就是形容着没有利益可得的意思，不贪捐，不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功业不贪捐，一定有成就，不是白白的，一定要把它度成，能够把诸佛的清净恒愿，过去现在为了诸佛一切的清净恒愿，叫普贤恒普贤愿，这些大菩萨都记住了，皆也记住成就入世无量功德，一切如来无边界说不可尽，这些大菩萨都是哪些菩萨？没标明，现在标明。标明是代表性的，先说十菩，都是菩啊，十位大菩萨，跟普贤同等的。其名曰普贤菩萨、普眼菩萨、普化菩萨、普慧菩萨、普见菩萨、普光菩萨、普观菩萨、普照菩萨、普转菩萨、普觉菩萨、入世等，这个等字就多了，像这样的大菩萨有好多呢，实不可说，百千亿诺由陀佛刹微尘数，
皆悉成就普贤恒愿，身心大愿皆已圆满，一切诸佛出行四处，一切诸佛在世间出生，在哪个世间那些都往诣请转法轮，这些大菩萨都会去到那佛前请佛说法，善能受此诸佛的法眼。法眼就是智慧，能普观一些众生，眼是看的嘛，光明的照料的意思，这个眼是照的意思啊。不断一些诸佛种性，善知诸佛行事受记次第名号果度成就等正觉，所以法轮在无佛世界时候现身成佛，这些大菩萨的功德有这样情况，这个世界没佛了，那菩萨都现去成佛了，令一些众生都得到清净。到了这个十一地的这些大菩萨呀，都能灭菩萨的业障，已经把他菩萨所有障碍、菩萨道的业障都已经消失了，没有业障了。所以无奈清净法界都能入于没有障碍的清净法，都证得法身的本体了，身心大愿皆已圆满。那这以上这些大菩萨他们的愿力，身心呢就是直达真如的身心呐。一个真心，人是真如心而起的大愿，成就了，证得了，离现了，智慧，三昧，就是定慧均等，都得成就了，都是佛州中的上首弟子，善能受持诸佛的法眼，就是圣持诸法。有普遍的智慧，不断一些诸佛种性，不断佛种，都是见佛种性而不断佛种，就相续不断。善知一诸佛行事受记的次第名号果度成等正觉，所以法轮。这大菩萨皆已了解了成佛之后所有化度众生的意思，所行为化度众生的法力法相，这些大菩萨都已经熟悉了，都能了解了，都能够成等正觉转正法轮。在没有佛的世界上，他就事先成佛去了，能令眨眼众生都能清净，能够消除众生的眨眼，让众生得到清净，能灭去菩萨的业障，为无奈清净法界，能证入法界。就是说这些个大菩萨呀跟普贤等，这是法会的大众菩萨。为什么介绍这一段？因为下文呢，这咱们经常说的，普会菩萨问普贤菩萨，他问了200个问题，那普贤菩萨答他2000个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总的说来，所问的。说菩萨怎么样修行，怎么样才能达到像上来所说的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那不是一下子来的呀。对，2000个问题就是说从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从信到十座、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成佛。普惠问的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样从发菩提心到究竟成佛，这个问题就包括了咱们前头所讲过的。那普惠在此地全问了，那普贤菩萨就把以前所说过的法又重新的答复。这两天问题，其实这两千呢，包括五尽了八万四千法门，二百问也如是，两千答也如是。说这是离世间品，离世间不离世间，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入广大三昧佛华庄严，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入这个三昧，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叫华严三昧。这个离世间品的会，这一法会的会主是普贤菩萨，所以在他没有说法之前先入定。什么定呢？佛华严，佛是果，华是因，这个果德怎么成就的？是因华成就的，以因华庄严佛果果德，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是体，方是相，广是众，一是体而起的相众，相众还归为体。对，有时候在华严经称为普贤佛，这是因果具足的普贤。果后行因，就是果后普贤，因地普贤，果普贤，那果后行因的普贤。这个庄严身呢，是言的法身，法身，发生，那佛华严三昧，那么华是菩萨的万行，万行之因，佛披露着那果德，果德，因刚果，因刚果呢叫华严。国气与阴海，就是佛华严，就是恒成了，修行恒的，修行的恒们都成就了，气和有果德，因果相应了，障碍呢消除了，正的真如理体圆满了。但是随他起的妙用而占他的果德，表示理事无奈。华是事，佛是果，是理，这是法身说的，这是互相因果交彻，因果如同，因果如同，出发心即成正觉。那普华严就入这个三昧就成佛，普贤是能入，佛华严是所入，是自在不思议，自在不思议，是华严三昧的力量就入世，
说这叫华严三昧。入这个三昧的时候，普贤菩萨入这三昧的时候，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六种十八相等，这个咱们前头说是在这世界上六种震动，震空吼、普遍动、普遍震、普遍吼，这是六种，每一种记住三种，震、吼、空，那三六一十八，这个咱们前头这个讲过了。入这个三昧，入了三昧，又从三昧起，入入出同时，住三昧，出三昧。你住出三昧要说法呀，在普贤菩萨出了三昧的时候，法会的当中有普慧菩萨，普慧菩萨知道现在大众的心情啊，想要知道甚深的法乐，想要了解甚深法，说普慧就代表大众问普贤菩萨啊，尔时普慧菩萨只中一计，就知道这个来现在法会的这些大菩萨心里有所问，他就代表了，他就问普贤菩萨言：“佛子啊，愿为演说，说请你演说一些个。”也是请你演说什么呢？以下200个问题。那他说：“我请你愿为演说，并没管他答应没答应，他就问了。没有普贤菩萨或者说善啊，你再答，不让咱们请教界啊，这个不同的了。”他说。请你演说一下，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依？那菩萨摩诃萨依什么？何等叫依？何等为奇特相？何等为行？何等为善知识？何等为心勤精进？何等为心难稳？何等为成就众生？何等为戒？何等为戒啊？何等为智智受戒？何等为入菩萨？何等为入如来？何等为入众生心行？何等为入法界？何等为入劫？何等为说三世？何等为知三世？何等为发无疲厌心？何等为差别字？何等为陀罗尼？何等为演说佛？何等为发普贤心？何等为普贤行法？何等故而起大悲？何等为发菩提心因缘？何等为善知识起尊敬心？何等为清净？何等为入波罗蜜？何等为自随觉？何等为正知？何等为利？何等为平等？何等为佛法十义句？何等为说法？何等为词？何等为辩才？
何等为自在，何等为无着性，何等为平等心，何等为出生智慧，何等为变化，何等为立慈，何等为大心欲，何等为深入佛法，何等为一子，何等为发无畏心，何等为发无疑惑心，何等为不思议，何等为巧昧语，何等为巧分别字，何等为入三昧，何等为骗入，何等为解脱门，何等为神通，何等为明，何等为解脱，何等为园林，何等为宫殿，何等为所乐，何等为庄严，何等为发不动心，何等为不舍身大心，何等为观察，何等为说法，何等为清净，何等为印，何等为智光照，何等为无等住，何等为无下列心，何等为入三正上心，何等为入无上菩提入海字，何等为入宝柱，何等为发入金刚大乘寺院心，何等为大发起，何等为究竟大事，何等为不坏心，何等为受记，何等为善根回向，何等为得智慧，何等为发广大心，何等为福常，何等为律意，何等为自在，何等为无奈容，何等为众生无奈容，何等为刹无奈容，何等为法无奈容，何等为身无奈容，何等为愿无奈容，何等为境界无奈容，何等为智无奈容，何等为神通无奈容，何等为实力无奈容，何等为力无奈容，何等为游戏，何等为境界，何等为力，何等为无畏，何等为不共法，何等为业，何等为身，何等为身业，何等为身，何等为语，何等为静修语业，何等为得守护，何等为承办大事，何等为心，何等为发心，何等为周遍心，何等为助根，何等为身心，何等为真上心，何等为真勤修，何等为决定解，何等为决定解入世界，何等为解入众生界，何等为习气，何等为取，何等为修，何等为成就佛法，何等为退失佛法道，何等为离生道，何等为决定法，何等为出生佛法道，何等为大丈夫名号，何等为道，何等为无量道，何等为住道，何等为修道，何等为庄严道，何等为主，何等为首，何等为福，何等为障，何等为心，何等为披甲，何等为气障，何等为手，何等为眼，何等为耳，
何等为比，何等为实，何等为真，何等为义，何等为行，何等为住，何等为坐，何等为卧，何等为所住处，何等为所行处，何等为观察，何等为普观察，何等为奋训，何等为狮子吼，何等为清净思，何等为清净戒，何等为清净饮，何等为清净尽，何等为清净定，何等为清净慧，何等为清净慈，何等为清净悲，何等为清净喜，何等为清净舍，何等为义，何等为法，何等为辅道助道具，何等为智慧助道具，何等为明主，何等为求法，何等为明了法，何等为修行法，何等为魔，何等为魔业，何等为舍离魔业，何等为见佛，何等为佛业，何等为慢业，何等为智业，或者何等为魔所摄持，何等为佛所摄持，何等为法所摄持，何等为入斗率天所作业，何故与斗率天共末，何故现畜胎，何故现为虚取，何故现畜生，何故现微笑，何故四行起步，何故现童子弟，何故现出内功，何故现出家，何故是苦行，何故往一道场，何故做道场，何等为做道场是奇特相，何故是降魔，何等为成如来业，云何转法轮，何故愿转法轮得白净法，何故如来应证能觉是般涅槃。善哉佛子，如是等法愿为演说。这个问号啊，咱们得事先看，我们事先看怎么答复。在普慧菩萨问这个，问这个法的当中，有些个咱们感觉问的呀，很不可理解。因为有的是表法，有的是表行，有的是表佛的作用，但是他表你的信，表你的行，表你的相，而住行相表的实地，完了表的因缘果满。前头二十句问的是实行法，实信呢，刚你发起信心了，这发了普贤的心了，以下有二十句我实住，实住，从立词以下问的是实行。入实住以下有二十九句问的是实回向，从深夜以下问的有五十句，我实地，实地，从观察下有五十一句问的
姻缘果满。说的是问的六位法，问法啊，要行说的，行说，什么行呢？普贤行，把普贤行概设六位，信、住、行、相、地，十一地。嗯，这种分析呀、啊，啊。什么清凉国是分析的，嗯，我们不能理解的了，我分析不到。清凉国是这样的，把所问的二百问，就是信住行相地十一地，六位，嗯，列六个位，因为。信为入，为入位，所以是以十住为首，说是三贤住行相，三贤位，初地十地十地位，等妙二觉合成十一地。所以入是问的意思呢，就是让一切众生。都能种善根，从你发菩提心一直到你那个证的究竟果圆满普贤行，要是发菩提行了，行普贤道了，嗯，就是发意求普贤的时候。所以这个里头，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开始时候为什么说入佛华严三昧呢？佛是果，果彻因缘，果彻因缘就得把住相住行地住行相地十一地，那匆匆的都加到问号里头了。一个一个问，一个问，嗯，菩萨发意求证菩提果，不是没有因的，也不是没有缘的，所以普贤菩萨入这个三昧，华就是因，嗯，从因到果，必须假缘，中间这都叫缘。发心所依的，依至什么？依至这些个缘。从出发心，信心发心，要依着住行相缘起，一切诸法，前头是因，后头是果；前头是因，后头是果，果又成因，因又行因，再正果。就是一个因果，因果果，因果因，这样来的。我们今天答看看普贤菩萨答的啊。尔时普贤菩萨告普慧菩萨言，嗯，答他了啊。二百个法门，一个答十。就二千法门了，嗯，因抽果，果又成因，又彻因，嗯嗯。因此呢，第一个要你的一心，心穷性海。我们这个心呢、啊、是真心真性，像海那么广大，那眼现出来海里的所眼现的万恒齐修，普贤的万恒齐修，修无畏的因，因缘了，果也满了，性海，心的性海，修性海。
这里头分要因果，要修行的位，要普通的，要特别的，普与别不同。嗯，但是呢，同收。如何是问的形？如何是问的相？如何是问的性？每一个问号里头包查着、包含着无畏，包括形，包括相，包括正。那么六位因果啊，前五都是因，第六才为果。嗯，有的时候前为因，后为果，这是微细变的。嗯，这要普贤行成佛果的话，那前头都属于因。因为一个是要因修，要他的行才进入的位，由位又变成因，又再行，又变成后的位，所以总说起来都叫普贤行体，普贤行的体。这为什么不叫普贤行呢？行是法门，普贤行是运动，运动是修行，但不以位了，没有位了，那么行呢？一个行，片于六个位，到后头究竟，所以前头六位同叫修，都叫修，都叫因，究竟才是果。嗯，就这个里头，因果、果因、因果。嗯，有时候你脑子不清醒，给你裹得乱乱乎乎的了。嗯，你必须得分清楚，对因就说果，对后的果它又变成因。初开初信是因，那成就二信了，二信是果。但是对着三性说，二性又是因，三性是成就，三性是果。那三性问我一位一位这么验，形象骗一切的差别意各个不同，圆满教各个的差别意形法，形法就是说运动当中说修行的法门，门从发菩提心到究竟佛果，在此问答当中一切没障碍，一切没障碍，皆无障碍，都是普贤的因果。同时六位，这个位进后一位，后位收前一位，二百问二百个法门，每一法门收二百，哪一个法门都收二百。那叫二百加二百乘。打两千，两千拿两千乘，行两果子算成四兆，连问带答四兆。但是这广开了说，收摄了呢，就是，大乘起行论上讲啊，就是一心二门，问的就是什么样是生灭，什么样是真如，一横一横的，都是一心啊，一真法界心开个二门，这二门呢，
那普惠菩萨就把这二门一问，其实200。嗯，那普贤答的其实2000。嗯嗯，但是这个意思，咱不再深说了。他是随着文呐，让大家玩的时候，玄坛要什么时候玄坛呢？《华经》讲完了，回来玄坛，那你都知道了，你谈得起来呀、啊。现在玄不起来，玄不起来也谈不起来，那玄得起来了，谈得起来再谈。普惠菩萨问十一。问一，啊，问一，普贤菩萨先答他这个一，何所一？啊，那假设我们要他问我要答的话呀，我答三归一了，归佛、归法、归僧，三个就够了。归佛、归法、归僧，何所一？一佛、一法、一僧。在普惠菩萨问的时候，第一个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一，普贤菩萨就答他了，一什么呢？菩萨摩诃萨十种一，不是你问一个一为一答十吗？哪十个一呢？以菩提心为一，不要思念，一念都不是，念念不是菩提心，就恒不忘失。普贤菩萨就这样答的：以菩提心为一，恒不忘失，一念都不能忘失菩提心。这第一个一。以善知识为一，和合入一。嗯，都是善知识啊，善知诸法，实无量意，每法的义理很多，这些叫善知识。实法、实义、实真、实假。善根为一，修习增长；以波罗蜜为一，居住修行。要到彼岸嘛，依着波罗蜜到彼岸，目的是到彼岸成佛，就是。波罗蜜为一，波罗蜜还能解释，一般说波罗蜜就是智慧，以智慧到彼岸，含着波罗蜜说到彼岸。嗯，取出修行，以一切法为一，这个包袱就大了。为什么呢？究竟处理，要想处理一切法，就是一切法。以大愿为一，增长菩提故。嗯，念念不死的底心呐，念念要发大愿，没有愿力，那个菩提心。增长不起来呀、啊，必须得愿力菩提心才能增长啊。以住行为一，这就广了。所有一切行，没有分别的，都能够成就。以一切菩萨为一，同一智慧。以供养诸佛为一，信心清净；一切如来为一，如慈父教诲不断过，然后依止佛。这十个就是皈依三宝，一个是法，菩萨就是僧，再依佛，依止佛，信佛。信心清净过，嗯，那佛的是教诲，教诲我们所有一些的法藏，像那个慈父
教诲不断的意思。是为实，要住菩萨难住持法，在外如来无上的大字说一处，说菩萨的思想心呢、住在持实法上，但是你得有智慧，没有智慧是不会住在这实法上的。是不是我如来的无上大字所依处，如来无上大字什么所依处？什么叫以普贤心为依呢？下头就解释了，是恒不忘失啊，不要把它忘掉了。说是菩提心为众善之首，菩萨行菩萨道，以菩提心为主，没有一念妄自菩提心的，要一念妄自菩提心叫失念，失掉正念了。那菩提心是什么样子呢？菩提心是明啊，明就是照了的意思啊。但是你必须得有智慧啊，有智慧才能照了啊。说观自在菩萨就用智慧来照了啊，用观来照了。观就不要失照你的观想力，观观照它，你一不照了就迷惑了，迷惑就容易失掉了。说这十个一啊，这是最是主要的，这是主题。虽然二百问以一为主，就像我们要想进入佛门，第一个得修三规啊，叫一，三规一。华严入法界的时候叫这种三一。以菩提心为一，就是让我们不要忘失，说把菩提心为主是一切的万恒之本。普贤菩萨达的两千，就是以菩提心为主，两千之首。妄思菩提心所修的一些善根，所做一切事都是魔业。是受三规好，行布施好，你做任何的事情时候，好了，今天不能讲这里了。